一朝就可能我哋啲嘢可能未齊或者未夠叻咁樣啦，咁就翻屋都冇幾次噶嘛，今次終於可以玩到嚟麥花臣呢度啦，咁樣咁就夠點解會玩就想多啲人聽到我哋音樂，跟住我哋學多啲關於 producer 嘅知識啊，點樣去管理你自己啊，咁就可以多間面上最明顯嘅原因，點解參加出現？生日 ，Happy Birthday！ 多謝。咁我第一就希望今年儲到10,000蚊。點解？想去 stream 啫嘛。你10,000蚊點夠啊？機票都冇咗啦。唔夠咪揾啲資助咯。我跳舞嘅啫喎，冇錢嘅喎。咁我第二個願望咧就係希望我同葉子偉一齊變有錢。第三個咧？第三個我就25歲之前咧就開個畫室啦。3個畫展啦，跟住邊度？5個願望嚟噶咯喎，咁咪5個咯，6個。到時你要喺巴黎 dance center 跳舞，我就喺畫廊搞畫展。唔去啊，黑色嘅人，黑色啊，黑色。